宇航员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画出宇航员的形状。然后我们来画出他的身体，画上他的裤子，然后我们画出他身上的连接线，可以画上月球表面，画上星星，然后我们来给他涂上颜色，选择蓝色，画上宇航服的颜色，然后用黄色画上月球表面的颜色，画上五角星的颜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宇航员就完成了。